今麦来到这林厝区木棉花，这拄到的第一个较水、较大丛的所在。我这丛、这边丛都大丛的，都管的。嗯。啊，迄等下，迄木棉道遐是拢较矮一点。嗯，今麦去往前走，就是因为因为平时背光，我们就行到这再去拍下去。哦，啊，这边，这拢有迄种。薄的啊，松柏树的。是啊，哦，莫怪啦，这间豪宅你看嘞，外口真真高级啊。即马细节参观啦，防疫时间啦，平常时肯定会看。是啊。来这一站嘛，才去嘞。系啊，行，啊，这停车场啦。哦，这种停车场。这旧年就有啊啦，这旧年就有啊。这我唔，这我这这我旧年我，这旧年就有啊，我都无停啊。这一百块过来。下个营业，这停停，哎，你要搁行遐是要食破过就好啊。啊，遐一个有铺椅啊，一个椅啊，椅啊。但是这离我背光安尼，我挂起目镜吼，墨镜变色龙的啊，看荧幕拢袂清，拢爱用了敢袂输老花的。这条啊，这条头前这就是正常的啦，正常迄个林厝边。恁出皮啦，啥物木棉花啦？这是迄落呢？辣椒啊！我知影大条呀，这毋是朝天椒啊。大红袍啊！大红袍，这是迄种袂讲做险的啦。这种较袂遐险嘛。这落较稀疏啊啦，吼。这过遐较水啊，有暂停。哇，这就较济啊啦！哇，你讲暗暗的，背光啦。有啊，我用发光的啊。但是嘛是同款啦，你这你种用波光的，就会变成加较白。加减嘛，加减看啦。你这边背光啦，日头伫遐，啊日头要无伊啊，应该就较袂啊吼。阿妈，都袂背光啊啦吼。啊，这木哥要带来背光。伊等下爱行有只过啦。较上老街的所在是。这桌是一边的啊。系啊。伊这。另外有一个台南有一个所在吼，车会当开入来，会当开车入去，迄较水啦，会当翕相啊。哦，再过一片。鱼干嘛大块？鱼较少啦。你到底是怎样的？内底一堆孔雀。孔雀、山羊，对这边就可能较水啦。这木棉花伊的树干拢齐啊。这边拄啊一间韩公宴，进前啊一间，因为两块块。韩公宴。松柏纪言南馆，伊是咧，啊是咧研究啥？我知咧研究啥，种树啊。几排？岸边的啊，好多只女生骑脚踏车，是只，伊只蛮好个。您。粗皮，伊个咱旧年来嘛是拢插花，伊这是，当年拢有人咧插吗？应该是工作人员来插，插花伊较水安尼啊。还是我想讲，旧年甲今拢袂好。你吓死人哦！到较来去就再，拢一直换一直换，迄个款，咧就换掉，咧就换掉。行。
加这条。太累哈，我知啦。知嘞，差几几多尔。你嘛在做啥呢？当年嘛，佮要真水。看我来，较无阿济人，拄安个做啥？系啊，看我来，较无人啦。哦，过来个。做啥？系啊。这个在有卖物件，这个只包唔卖啊？收啊？有遐嘛有啊。你只只十二块，我只很茂密。哦，那边，我家那边独大嘛，我在家那边独大，就搞遐东西啊那样。这够给做这两个红啊？有你都有啊？有无？车。车。这个无臭花，零粗皮。脚踏车道，对不对？这边安尼会背光吗？我嘛是哎，等下微平去搞下水啊，然后要夹回来。哇，伊这是安怎还袂开花啊？哎呀，这个花苞啊，啊不，你自己开了了，后边人就无通看。这较近呢，这较低。这花嘛，无讲足水吼，它的颜色啊，颜色较红安尼尔，水是爱樱花较水啊。我以为开遮济呢。啊，爱念了伤紧啊，下落乌龟鱼。好，到遮。往回走，路线肯定较好。嗯。哦，真红。这样呢，小花背光。好啦，安尼就一边好啊。等下对这往回走，啊，就直接行去停车场。吼，安尼前面看嘛，真水，规片。